里面的酱料不是那个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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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，麦克道长，组长，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五麦美食频道都是五点更新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哦。我们今天来到的这里是。对。麦当劳，这是我们拍过关于麦当劳的影片，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餐饮在办的频道也有很多。那麦当劳菜单里面我们没有吃过的东西吗？好问题，好像没有，可是有一些好像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人们菜单类似的吃法，最具体的吃法是要吃吃看我们没吃过的麦当劳菜单的东西。三二一。呀，买好了。哦，我是来。嗨，嘿嘿嘿嘿，我们买了几样东西呀？六种东西。哦，静讲想先吃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就没有吃过的东西，里面有包含新品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新品的话，对大家都还没吃过。今天开始卖的。哦，是哦。对，那先要吃新品吧。这个，嘿，这种是什么呀？是。怎么念的？辣熏鸡肉可能。其实这个在五麦有拍过，你记得吗？我跟芝芝一起拍，然后我还有拿去给你。完全没有记忆。大家还记得吧？所以我有吃过的意思吗？你有吃过，可是他们这个辣的是只有今年才有。啊，原来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样多少钱呢？单品的话，74块。74块。这个城堡系列是比较。贵的，那要打开看看。再讲，哦，是这样子。牛排。いただきます。Smoky。你有吃到辣吗？有，不会到大辣之类，还是有很滋滋的。这个面包好特别，是很软，然后里面是很湿润，我好喜欢这个面包。它的这个鸡肉也算黑肉很少了，对身体的健康很好的。我拿麦当劳的新品。冰淇淋很好，金霜。好快！啊，这是真的，我每次都这样。那你慢慢吃。我要介绍新品以外的我还没吃过的东西。这个是阳光鳕鱼堡。鳕鱼堡？这个是铁板吧？咦，铁板吗？因为这个是不是那个汉堡菜单里面的？是一个 Happy Meal 里面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是为了孩子的汉堡吗？但是这个是鱼，对不对？所以吃素的人也可以吃。啊，原来原来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套餐，这个是那个套餐的箱子吗？好可爱哦，里面有什么？啊啦，有一个饮料，还有。小小的是，还有这个箱子上面有些水果，好营养。应该孩子的话，有的时候不想吃水果，不想吃蔬菜之类，是这样。你不要挑食，有那种 message。嗨，这个是。好像那个早餐店的蛋饼的。哦，对的对的。嗨，哦，这个是麦当劳的小沙拉。这样多少钱呀？25块。你有吃过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因为餐饮这款影片里面的话，这个是一个教我们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挑战过24在麦当劳菜单的东西之类的话，做到这个的话，我们有点安心。原来就要尝尝看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对你来讲是真的有很多思い出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还有沙拉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普通沙拉酱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原来里面的酱料不是那个タルタルソース。哦。里面的油的话，跟麦香油大概一样的口感味道，但是真的差别是下面的酱料而已。哦，这样，所以这个跟麦香油不一样啊？原来啊，对不起，我勘違いしてました。勘違いしても。这个是麦香油。不是啊，麦香油的话我也有吃过。对，当然当然。对嘛？哦。你为什么没有吃过这个？原来对，麦香鱼是经典，又不是麦香鱼。你的沙拉怎样？普通的沙拉かな。可是这个的话，里面还有 raisin， 还有紫色的 cabbage， 所以吃起来很多种菜的口味，比较不单调。你喜欢 raisin 吗？不喜欢。我也不太喜欢。是因为在日本 raisin 应该喜欢不喜欢是一半一半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？哦，最后一个了。
ないよ。男子男子、佐藤ちゃん。リメイム以外主演。スヌ君はハッピーセットのおもちゃマン。对对对，台湾的话是絵本吗？好有教育的感觉哟。嗯嗯。因为日本的话是真的玩具。对对对对，比如说 Pokemon。对对对。还有这个是英文的吗？哇哦，真的教育太好了吧！妈妈妈妈，我不能睡觉耶，怎么办？等一下哦，妈妈。这个拿不开呢。啊，妈妈。好，谢谢孩子。这个交给我。我可以念吗？好啊。嗯嗯嗯。这个的话，哇，好多，好多。真的，有一个课本那种感觉吗？有啦，有中文，后面是有中文的翻译。Search and find. Can you find Beetle in the safe cave? 妈妈，妈妈，对不起。英文的发音太好了 ，search and find， search no no search and find， searc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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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arch and find， 不要哭不要哭 ，search and find 可以可以 ，search and find， can you find Beetle in the sea cave？ 妈妈找到喽，真的找不到真的吗？啊有了，对，很像这只对不对？其实是这只，你看它的嘴巴有点不一样，对，我搞错了，这是小肥友。不到小朋友，小朋友以下的存在哦，那是真的好玩呢。台湾的 Happy Meal 真的厉害。嗯，哦，我还有一个高级版的汉堡没有吃过耶，你有吃过吗？当然，我之前没有吃过的汉堡是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个那个阳光什么什么。我的话，羚羊这个。咦？怎么了？你没有吃过这个吗？哈！这个很多人没有吃过吧？浪费人生。你才浪。哈，我有吃过啊，这个系列是真的很好吃的。是哦，嗯，可是它普通的汉堡就很好吃，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呢？这个地基的，没有礼貌，没有礼貌的人。哎，这个是多少钱？猜猜看。等下我要先看一下。OK OK。哇。真的吓到了，这个连面包也不一样哎。对啊。哎，すごい。すごいでしょ。哎，这样的话，刚才那个是75块，对不对？嗯。这不到100块吧？85。答案是。嗯。119。119。嗯。麦当劳的汉堡119哦。对。傻眼。真的那么好吃吗？来吃吃看。一定要吃，对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香哦！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大蒜的香味吗？嗯，你这个蘑菇好入味哦。啊，这个面包还有些满满的奶油。这个应该观众的大家已经吃过了吧？可是日本没有这个高级版的汉堡，对不对？没有吗？よくないよ。日本の皆さん、もし分か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。うん。うん。这个系列是不止这个，还有三种嘛 ，BLD 系列。嗯。那是三日半一遍里面，我抽到这个话有点辛苦。嗯。对。啊，对呢。嗯，这个牛肉也比较大嘛。啊，对。嗯嗯。真的比较高级一点，可是好好吃哦。哦。你今天的第一名。那俊俊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吃过，对不对？甜点。哦。就是这个。嗨，那不是普通的 Oreo 吗？ Double Oreo 茶色，对，分分超多的耶。那这样价钱会两倍吗？65块，哦，跟汉堡大概一样的价钱。我要吃吃看。嗯。哇哇，这个会变棒哦。哦。是吗？你的脸。我你真的这个口感两倍好的。嗯，是哪里都有那个 Oreo 的最好的口感。所以真的喜欢那个 Oreo 的那巧克力味的话，要点这个。俊俊本身会喜欢吃那个冰旋风吗？我其实比较喜欢那个原本的冰淇淋。嗯，蛮喜欢那个牛奶的味道。所以这个话，太甜了。啊。嗯。俊俊本身不太吃很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我们吃了6种，对不对？对。俊俊有最印象深刻的吗？那是 Happy Meal 那个套餐是我觉得真特别的，因为我们是大人嘛。平常的话不会买那种，为了孩子的东西。嗯，那是那个我觉得厉害的部分是，真的考虑很多营养的部分嘛。嗯，有蔬菜，然后鱼，然后对脑袋的营养也很幼稚的。对，嗯，真的很开心呢。对，全部打开，哇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嗯，是真的会 happy。而且没想到跟日本的 Happy Set 那么的不一样。对呢，那佐藤ちゃんの话，汉堡哦，是哦，好吃。
吃。哎，真的，我的人生真的太可惜了。对吧？但是不用了，以后的话你要煮那个就不会浪费。啊，每天吃，每天。每天的话，一天三餐，也一天24餐。那我们要不要给今天的评价？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吃的是那熏鸡肉餐堡，2.9。啊，我也差不多呀，我那个餐。接下来是阳光鱼堡。啊，是我的。2.5。我比较喜欢麻香鱼。小沙拉，我给的评价是两颗星。普通的好吃。接下来是蘑菇黑牛堡。来了。哇，4颗星。哦，蛮高的。苹果的。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意外发生？我们记得有买那个水果袋，对不对？哦，没有吗？就假设掉了吗？啊，没有呢。有会有，总会有这种事情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不会冻的冰块。对，我有吃过，我有吃过。酸梅 Oreo 旋风冰。好，2颗星。有可能女生的话会喜欢3颗星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不忘记我们乌麦美食频道都是5.5星，记得帮我们订阅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。あれ、他们吵架了吗？对，他们就吵架了。爸爸。你不要过来。哇，你看，难怪他不喜欢你。谢谢鱼神仙，谢谢牛神仙，怀抱对昔日的感谢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谢谢鸡神仙，谢谢猪神仙。传说没